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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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在这个地
你们他娘的是爬着来的吗？啊！我们的人都快打光了！我告诉你，答应的事儿你管不着，信不信我毙了你？去吧，看看你的这帮弟兄还能挨几个枪子儿。
李大成，从今天起，宝山的事儿我说了算。李大成，到！马上转移伤员，能打的立即接受整编。是。 失礼します，太上。砲台に留停的光，西逃走の命。那我要执勤，防波落去。太上，急急令，火打药，火塔什么西打的？这是一个急。好。 素贞，保家卫国是军人的天职，我一定要杀敌立功，为国效劳。此去倘能生还，固属万幸；如有不测，亦无悲戚。但好好抚养儿女，孝奉亡故。 死局，残局而已。走对一步生，走错一步死。这跟10年前咱们打军阀不一样了，日本人玩的可是海陆空啊。学长，我记得。 你是黄埔的白面李逵啊？怕了？学弟不怕，学长岂能怕也？10年了，又要一起并肩作战了。哎，连长，啊，你进来了，秋瑶。 赵四，啊！哎，毛同志们晕倒了，快来看看吧！我们有个战士晕倒了。不行不行，连长，你怎么不行？这朋友醒过来了啊！那没事了，杨先生啊！小个品，砍，砸，笨，真是不足百日有余。 这边。
报告阁医生，战地服务团队员徐二月前来报道。。这是前线，不是学堂，穿成这样怎么救护伤员？你的手消毒了吗？消炎药，以后用什么拿什么，咱们药品紧缺，得省着用。嗯。诸位，此次我部奉命守卫宝山，抵御登陆日军的推进，但四门迫击炮、200发炮弹、16挺重机枪、600多支老步枪，这就是我们三营全部的家当。日军英三校的第68联队有2000多人、20几辆坦克，还有各种火炮，天空有飞机，黄浦江上还有几十门舰炮，瞄准着我们，敌众我国兵力悬殊，并且宝山城的南北两面现已失守。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战局，宝山如何守，诸位有何高见？营长，宝山即以市南北外围巩固，应加强防御工事，用城墙做屏障，集中精锐火力固守城防，可使日军南越宝山半岛。李大成，请求再守东门。钟贤，你我今日所见，宝山的城墙已被日军连日轰炸，已无险可居。ご存知はここになります。関口、宝山城に我が日本軍機が思いっきりはためいているのが見えるぞ。大佐殿、ご安心ください。明日には必ず宝山城を我が軍のものにしてみせます。营长，我知道您心里有数。洛斯们，与其被动困守宝山，不如主动御敌于外。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防御阵地前移，利用城外的地势，在坡道上修筑战壕，形成交叉火力，把北南东城门封闭，只有西面作为人员物质的出入，加固宝山的防御工事，居高筑险，加固城防。诸位，捍卫国土是我等军人的天职，宝山城的安危关乎整个淞沪战局，绝不容失。传我的命令，凡懈怠者、畏敌者、轻敌者、违抗军令者，一律军法处置，严惩不贷。是。李大成，命你部到西街街口修筑环形工事，并在西街内设置掩体和障碍，把相邻的房屋上下两层打通，形成串联通道。营长，其他连队都在城外布防准备打仗，为哪样只有我们连的人在城里出主意啊？这是最后的防线。为战死的八营兄弟们报仇。李大成，请求驻守城外。执行命令。死。
哎，苏军，你怎么回来了？爸，把你的金疮药都给我。金疮药？你跟我说，你为什么要回来？我现在是战地服务团的队员，来救护伤员。你这不是胡闹吗？爸爸，我求你了，啊，你赶紧回上海去吧。 行吧，你不给我，我自己回家找。biu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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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u， 连长，上瘾都去了城墙和城外头布防去了，我们咋个还在城里头和老百姓一起烤枪摆沙包呢？我们可是受过德训的部队哦。这个姚子清是黄埔军校的高材生，他下的棋老子都看不懂。哎，快点去干活去，屁话多。对。 你用点力好不好嘛？哎，老子来，老子。哎，连长，女人胸部比女人都要大哟。狗日的，你见过没得女人的胸嘛？没有噻。老子让你见识下。哎。 兄弟伙，上海的大世界去过没得？没有。号称见识一下哈。这样。哪个嘛？班上噻。你龟儿还聪明哎。来，一个屋子，有个毛的哦，两个柳叶眉。好，啊，那个大世界那些女人哈，都是那个样子的。 假期，咿呀，嘿，酒呀，你自己，兄弟，你是的，少了，少点，狼牙在这一起不离飞，连长。 军服呢？想不到李连长还会反串。我逗兄弟们玩呢。这唱的还是《天涯歌女》。您听出来了？啊，唱的挺好的。不行，我刚学的。李大成，你身为连长，军容不整，消极备战，纵容属下笑闹嬉戏，集合！ 全体集合！一、二、三、四、五、六、七。报告。接着打。八。上来了，他们正在对面集结呢。九、十。杨明，等。营长，那识别子我帮你系上。 这城里怎么又是女人和小孩呢？杨修三，你怎么来了？啊，谢谢啊。哎，我是后背受伤，我自己擦不了，你帮我擦一下呀。连长，我帮你擦。不是要你擦。 Yeah!
斗！准备战斗！无敌胜利！无敌！营长，距离差不多了，稳住，等李仲行动手再打。营长命令你迅速带领部队从南边出击，包抄敌军。好，蓝营的兄弟，报仇的机会来了，抄家伙，弟兄们好，有枪谁发财了？三营发财了还是八营发财了？你怎么那么见外呢？还三营八营呢？这不都发财了？急了，这人还没说话呢。哎，这仗干掉200多个鬼子，才是最大的战利品。毛头，轻点啊！哎，英森校是将门之后，这一仗他败了，下一仗他会用出什么招？哎，站着！毛都没长齐呢，就投枪了。你的毛才没长齐。这孩子叫什么名字？我叫陈继光。多大了？他们说我10岁了。父母呢？你看看你。还没枪高呢，等你以后长大了长高了当我的兵，我给你一把枪好不好？我比你的手枪高啊。还挺机灵孩子。行了，走吧。等会儿
高师傅被飞机炸死了，杨学生刚回来，爸就没了，太可怜了。戦とは正であり奇で勝つ。よってよく気を出す者は極みなきこと天地のごとく、尽きざること黄河のごとし。これは2000年以上前に孫子が言った言葉だが、ヤオズチンがそれを今実践している。兵士とは汚い手を使うもんだ。恥ずかしげもなくな。そういうヤオズチンを甘く見てはいけない。しかし俺は四季の言葉をよく覚えている。相手のやり方をそのまま利用し、逆にその相手を倒すのが君子のやり方だと。はっ。これをお前にやろう。どんな時もお前を守ってくれよ。頼んだぞ。はっ。这是我父亲生前每天都要练功的地方。曹小姐，节哀顺变，国难当头，令尊挺身而出，不计安危，保家护土，英雄一举啊。这就是我父亲想要守卫的宝山。现在只是战事初开，后面将更加险恶，令尊今已不幸罹难，听我的，回去上海吧。我从小在这长大，我哪儿都不去，更何况我是战地服务团的队员。他们在干什么？打退了敌人，他们在高兴。唱的是什么？湖南花鼓戏，李副营长的拿手。你也是湖南人？不是，广东平原的客家人。你们还会守多久？
没有家主，我有国恨。敌不退，我不退。義口が南から入ったら俺が指揮を出す。お前は東から入れ。はい。それから八百鎮を挟み込んだら残りの3人は俺が指揮を出す。獅子林から入って一気に宝山を落とす。はい、はい、八百鎮にこのことを教えてやろう。敵は本能寺にありってこと。前も後ろも分かんなくさせてやれ。是想以人数之众几面进攻的战术令我们首尾不顾疲于奔命，最后难以分兵对付真正的攻城主力。在哪？狮子林。中线，你和马孝阳带一排二排和预备连赶往狮子林到宝山的必经之路杨家村设伏阻击，但是万万不可恋战，敌退则退。是。雷鸣到，去东边阵地传我命令给叶连长，死守阵地，不可退后一步。是。
南戦場がやられました。陰口少佐が転覆しました。撤退だ。はい。抓紧送生命营啊，轻点啊，抬稳了。来，把随服给我。连长，你这不是有吗？动个屁，我那是旧的嘛。快来。饶子。哎，都轻点抬啊。快点，把他抬走。哎，过来把抬走，快。轻点啊。杨秀山。杨秀山。嗯，喝点水吧。哦，好，把他抬走。谢谢。慢点，轻点。别走，别走，你滚！啊，来了。阵亡人数多少？阵亡人数31。重伤呢？重伤人数还不知道。你干什么吃的？赶快统计。是。行。李正。上下来93个弟兄没了。我们阻拦了日本人的进攻通道。俄战会接着来啊。还有400来个弟兄。400来个。快给营长处理下伤口。把衣服脱了。我自己来。谢谢曹小姐。不用谢，以后别再受伤了。营长，这是吕布补充给你营的一个牌。大成，到。新来的弟兄，交给你了。杀了那么多人，就给补充那么几个兵呢？兵力队友，加油，转！跑步。
我们现已伤亡近半，弹药粮食也快消耗殆尽，目前敌人还在不断的增派援兵，为保宝山不时，子清望上峰速派援兵。 包山来未，西云亦已。包山，绝不可死。你怕死吗？我不怕死。 我爸怕，他怕我死了，没人给他传宗接代。我是我们家三代单传。看，这是我爸给我写的。我不怕死。你不怕死，我也不怕。姐姐，你怕死吗？ 我现在孤身一人，我什么都不怕。干活。报告。侯南良，你还有多少人？ 我们团只剩一个预备营的兵力了。我命令你，立刻带上阅兵，火速赶往宝山，增援姚子清。子清命令。是。长官的命令告诉姚子清，侯团长已经率领个营，赶赴宝山增援，急需斩之一兵一卒，宝山也不能丢。 元军就要到了，哎呦，真的，有援军了，有援军了，有援军了，有援军快来了！金家寨的日军赶到宝山，不需2个小时。侯团长的援军最快，也要4个小时才能赶到宝山，怕死就等不到今天了。元医生。 我们有援军了，宝山有救了。我代马超杨和叶连长赶往金家寨，主动进攻，拖住敌人，争取时间，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等来援军，以解宝山之危。郑贤，你率其他的弟兄固守宝山，等待援军。马连长、叶连长，集合队伍。是，等等。 郑钱，军中不可一日无帅，金家宅我去。我命你留守宝山，执行命令。我看命，等我回来以后你再军法从事吧。郑钱，我如有不测，你一定要等援军到来之前守住宝山。别争了，小牙。 你俩愣着干什么呢？集合部队。是。主席。切记，见好就收，伺机撤退。
放心吧，咱俩那边气还没想完呢。你在干什么？你刻的是我吗？你觉得像你吗？嗯。大佐、本座に向かう援軍が半減しました。直ちに司令部に連絡を取り、空からの総攻撃を要請しろ。そして、ヤオズチンと援軍を絶対に合流させてはならぬ。はい。宝山へ立つ。全員出発の準備だ。はい。はい、敵軍の攻撃がありました。何？吕座，援军被包围了啊！通知李大成，各连连长严阵以待。是。李副营长，他营长，副营长受伤了，快！老爷，副营长，营长你醒醒了！营长哥，周贤，我抬一下，马小杨老爷，收住战机。医生，医生，葛医生，救人，快救人！清水，
他该换药了。营长，有敌机！营长，营长！是最后一次给你们扫监了，再也不需要。给我也来点，老爹给自己在下面存点钱，免得去了没钱买烟抽。报告营长，日军在东边集结。好，知道了。钟贤，吃的没觉得了，吃饭的人越来越少了。那弄个锤啥喽？我们也打仗，弄上锤走。走打仗去。走走。现在只是暂时初开，后面将更加险恶。我从小在这长大，我哪儿都不去。我是战地服务团的队员。
少阳。妈，你是哪儿的人？报告，江西人。李大成，你呢？报告，我是贵州的。大周，报告，东北的。你们呢？四川的。叶克龙，山东人。魏明阳，广东偏远人。小宁，报告，浙江人。弟兄们，日寇犯我中华以来，烧杀奸淫，无恶不作。我们前面的东北、华北现已沦陷。今天，我子庆与各位，守卫的是宝山，捍卫的是国土。我们身后就是你的浙江，你的贵州，你的江西，我们的广东和你们的四川。今天我姚子清有幸与各位弟兄们，要么同志一起生，要么叶宝，龙体子，火烧不都在，可能是有点刺客不行。そんなもんはいらん。我々陸軍だけで宝山は落とせる。はい。行くぞ。今天几号？今天是9月6号。六天的兄弟成了生死之交。馒头来了。哎，老子都有。行行，那去吃那去。安学森，我能摸摸你的手吗？多给我两个吧，老子今天要把这辈子的饭都吃了。你怎么来了？啊，曹小姐，别到处乱跑。嗯，来，给你的。哎，好了。姚营长，曹小姐，这太危险了，你们赶快回城里吧。魏明，啊，马上找人带他们回城。是，啊，跟我走吧。
节约子弹，放进榴弹弹。是。老司机。节约子弹，放进榴弹弹。节约子弹，放进榴弹弹。节约子弹，放进榴弹弹。先生，你别死。快把他给干掉！
光秀才老，琵琶马破脸庞，面堂怪中秀才秀才啊，别进家听家问天一度堂一度堂。冷静，宝山防线已经失守，我命你立刻带人突围。杨子晴，魏明阳到，营长，集合所有弟兄。是。
走！这里面是600条人命，是600个为国捐躯的弟兄。你要把他们带出去，要让上峰知道，他们是捍卫了中国军人尊严的真汉子，要让世人知道，他们。 是。我命令你活下去，你一定要给我活下去。魏明阳，等，立刻出城。
太上，援军が来ました。各員総攻撃の準備だ。ヤオズチンを倒し、宝山を取る。はい。
好，看我啊！好，一、二、三。